哈喽，我是草莓啊，你们要的清透偏甜的泰妆我来马不停蹄的给你们出了。妆容灵感依旧来自于泰国麦，它这个妆容把欧美妆的混血感和日韩妆的清透感结合的特别好，而且比上个视频的妆容更加的日常，特别适合夏天。空降指南在评论区，贴心在公屏上，如果你们喜欢记得给我一键三连，拜托啦。底妆用到小资这个3D 鎏金粉底，今天需要一个像它这种日系感透明自然妈生好皮的一个妆效，所以用到它这个日系贵妇品牌的底妆，它粉做得很细。我是干皮黄 1.5 白，做好妆前保湿是完全没有出现一个卡粉情况的，妆效是特别自然很容肤的感觉，如果是追求特别白面的妆效可能就不太适合，它里面是带点很轻微的细闪，所以看起来就像皮肤透出很自然的光泽，看一下这个妆效是不是很绝。今天遮瑕用到乐德遮瑕的21号色，我这个色号又快空管了。这种清透底妆依旧是需要拿这种遮瑕刷去小面积的精准遮瑕，然后点在脸上有瑕疵的地方。它的遮瑕力很不错，偏白一点的21号色氧化之后刚好和我的肤色融合，然后等它半干的时候用这种圆头的精准遮瑕刷去模糊一下遮瑕的边界。看一下两边脸的对比，面部修容依旧用到毛戈平的高光粉膏和 Fenty Beauty 的修容棒，少量的去提亮我的面中、额头、下巴，还有我面部凹陷的地方，然后修容打在正面看颧骨最突出的地方，从后往前带，然后带到下颌线这里，三角海绵皮面这边把高光晕开，不要把范围晕大了，然后用皮面的这边把高光点晕开，不要让它移位了，就在这个地方把它轻轻晕开就好了，然后再换一面把修容晕开。这个妆容整体是清透自然挂的，它重点的混血感来自于它浓密的睫毛和眉毛以及深邃的眼窝，然后看一下买这个妆的眉毛也是一个野生眉，但相比于上个视频的眉毛就更加自然偏细偏短一些，对于我们来说就更好驾驭。先用眉蜡把眉毛的走势刷出来，整个眉毛的前半段毛流是朝上的，然后后半段由于我眉毛太稀疏了，然后只把边上的杂毛梳上去就好了，用眉笔去填补一下眉毛的空缺，看一下这样是不是大概的一个形状就出来了，然后再蘸取眉粉去加深眉毛的根部，加深眉毛的下半部分就会让眉毛看起来更立体更自然，然后用液体眉笔在眉头画出几根稍短的眉毛，然后眉尾这里也是，这样就是不是看起来更加自然，更有那种毛茸茸的感觉。接下来我们鼻部修容用的欧米伽眼影，修容方法和上个视频差不多，就山根这里是直接连接到眉头的，然后晕染范围大一点带到眼窝这里，然后鼻梁下来是偏细，鼻头是比较小巧的，画一个 V 字形，然后用高光膏提亮山根，带到鼻梁很细一条，然后是鼻头，然后带到眼窝这里提亮一下眼窝，让它的明暗对比线更明显一些，然后用刷子慢慢把它晕开，接下来我们就用哑光高光去以高光定高光，扫在刚才提亮的部分，然后我们就终于可以定妆了。麦这个妆的眼影就是很简单的去铺了一层，由于它自身的眼窝深邃，所以就混血感特别强，但我们自己的话就还是需要去靠修容去加成一下，特别是眼睛比较肿的妹子。今天眼影盘用的是 Huda Beauty 的这个沙漠玫瑰盘，还是玫瑰沙漠盘来着，依旧是浅色打底，先把眼皮本身的颜色盖住，然后蘸取一个低饱和度的眼影，就粉色橘色都是 OK 的，找到自己的眼窝，重点去晕染眼头眼尾，
就会晕出一个眼窝的位置。不需要太重，就闭着眼，闭上眼睛能看到一个眼窝的位置就行了，然后再到下眼皮。重点还是在睫毛，我们先把自身的睫毛夹翘。看一下，它是一个眼尾加长的睫毛，我们上睫毛还是用的这种单簇的假睫毛。先刷一层睫毛打底，我把贴的长度给你们标在上面。下睫毛依旧是这种单根的嫁接睫毛，在根部三分之一处涂上睫毛胶，粘在自身睫毛的根部就行了。再刷一层睫毛膏，把真假睫毛混合在一起。它眼线也是着重眼睛后半段一个小猫眼的感觉，我们就顺着眼皮的弧度拉出一个超过双眼皮褶皱的眼线。然后用棕色眼影模糊一下眼线边界，加深一下下眼尾。再红用的 MAC 的 Peaches， 然后用这个点彩刷横向去扫，然后带到鼻头。接下来用艾普丽这个香槟色高光去打造一个清透水光的妆感。我们看一下它高光的地方，主要是在眼中、眼头、山根、鼻头，然后是眼尾对下来这个颧骨这里，以及眉骨、下巴。这样少量多次的去扫，就感觉是皮肤自然透出的光感，就不是那种油光满面的感觉。最后到唇妆了，它的嘴唇是比我饱满很多的，然后今天用到 MAC 的柔雾蛋314去画出一个唇峰，然后勾一下下唇的边缘，接下来用刷子把它晕开，然后再叠涂 Color P 的 B708 叠涂在嘴唇中央，加深一下唇珠，突出一下唇珠，还有下唇中央，就看起来整个嘴唇更饱满一些。最后我们还可以用液体眉笔点几颗痣，就增加一下氛围感。好了，这个夏季限定的清透感泰妆就好了。等我去换个衣服，换个假发，就开始今天的搔首弄姿吧。